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玩月游乐园，我是你们的游戏直播线上 DJ CA。很高兴10月19日的官方公布带来了新消息，未来在2023年将会有新的大型资料片与婴儿优化。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官方释出的概念图吧。喜欢这支影片的话，帮我按个喜欢，开启小铃铛，才不会错过影片通知哦。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婴儿优化的短影片吧。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，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支影片见咯，拜拜。